好，接下来换我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非常的需要哺乳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啊，太方便了。不然你知道，如果你穿那种不是哺乳的衣服，你要整件这样拖起来，我都要整件这样子拖起来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哺乳口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这里，怎么会设计了一个刚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就可以直接拉链拉下来，有没有？哎，记得拉回去哎。对，我就是因为这个困扰。拉完之后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哺乳完之后就没有拉回去呢。有没有口袋这件哦？这件没口袋。而且这件的材质好舒服哦，它是正韩字哦，难怪哦，是的，因为它非常的柔软，棉质，对，感觉它棉就是很舒服。但你不觉得它做的很有质感吗？就是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韩国很厉害是颜色。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色就是穿起来会让你就是。皮肤整个白到，我刚刚已经觉得我快要从荧幕消失，太白了。如果说你是那一种想要选一件皮肤黑的人可以选的颜色，我觉得你就是可以选这个。你可以选这个颜色，然后它还有粉色，粉色也是这样，而且它也是长洋装。是的，这是不是你自己系个皮带好像也可以？对啊，如果你想要产后想要有腰身的人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可是那你可以示范一下，如果怀孕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穿呢？哦，拜托，什么时候今天要寄来几次？什么时候要寄来几次？哦，所以这个以 对啊，这是怀孕也可以穿的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衣服就是可以让你产前跟产后穿，所以你不用去限制。你现在就是产前的时候赶快先买，产后你再穿，然后就可以有这个哺乳，这个哺乳口真的很方便，而且它是拉链的。拉链的就它这个款式比较特别，因为很多都是两边的，有些妈妈是要侧开的，想要不要被那么明显看出来穿哺乳衣。我懂，我懂，这一件真的就不是，这件就不会看到，除非风这么大，好不好？风这么大，风这么大才会看到，所以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。那专柜真的是买不到这种材质哎，而且它这个材质很舒服。这个是什么 ？C4796。我跟你讲，它现在反过来，我反而这样看不懂。想念给他们听，但是自己念不出来，一定要自己看荧幕才念出来。好美哦，这个很美，我觉得这个色好美哦。它是有一点粉色，色嗯哦、那你们会推怎么办？要推哪颜色？我自己喜欢这个色，我自己喜欢这个色。糟糕，你们这两个人气这么高的巨星，一个推一个，你要叫他们包色，你们好坏哦。我喜欢这个。就是自己加的啦，自己加看起来很温柔。对对，这个色就好温柔。赶快配件那个浅色牛仔裤在里面，或是白色的那孕妇裤在里面，我感觉都好看，可以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件也是是，我觉得矮个女生也驾驭得了，因为它没有到很长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，所以矮个女生也是 OK， 或者是有一些棉花糖的妈妈，我觉得也可以耶。这个胸围，而且又很的宽松，宽松，然后又遮手臂，嗯，有一些、啊、有一些肉肉的女孩也可以驾驭。